夜色它是一个射飞气球，就用飞镖射气球的一个游戏。我们发射那个飞镖的方式是侦测它的音量，当音量到达到某一个程度的时候，它就会发射出去。它飞出去的那个方向是随机的，像抓人脸的那个技术部分，就是用 Jackie 他们提供的一些比较便宜